韩牛来气象局今天有那针对十九个县市发布低温的特报，包括着这桐园的拉拉山、啊甲新竹县的尖石乡、甲台中福寿山农场，今天透早拢有落雪。尖石后山有三间学校是宣布今天是停班停课一天。整个录音区已经雪白一片了啊！规片银白世界就像点在绿色国家，海拔2600公尺的台中福寿山，昨夜暗11点外再度落雪。虽然透早雪已经停了，不过福寿山农场的农业区积雪达到5公分高，苹果屋就像满着藤笋同款。雪中的红苹果。中央气象局昨日针对19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，头早平地上低温出现的苗栗只有6.4度，各地高山也拢出现落雪。桐园、拉拉山透早包括古堡区、中心路、前光华拢落雪，古堡管理站积雪大约1公分。整个停车场也是都白茫茫的，连停车场的草皮也都是白色的。受到寒流影响，先到尖石乡后山地区透早落雪，而且几个所在道路拢有结冰的现象，所以后山三校、成功、秀峦加强防护秀宣布停班停课一天。中气象局指出，这波寒流上冷的时间是伫十二暗到十三的透早。除了寒流影响，加上辐射冷却效应，所以在中部以北低温大约6到7度左右，然后东北部地区、南部地区低温在8到9度左右。华东地区11、12度，那我们预估沿海空旷地区和近山区的地方，低温可能再低个1、2度或2、3度。此外，拜六阁有一波冷空气流南，根据上新的预报，强度上调，升级为大陆冷气团，也是强烈大陆冷气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